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陈委员欧博发言。主席、苏院长、林前内阁团队、本院同仁，大家好。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思想就会有落差，有了是非两端的差异看法。有些人认为是是，当然就有一些人认为是非。而一些媒体常就单一事件呢做立即民调，民众的素质立即反应呢，并不是提供真理，而是反映一时的民意。蔡总统跟林内阁的就职只有四个多月，民调出现下滑的趋势，也提出了很多各自的解读。有人认为是协调不足，但是政治穷变通久，一个主政者最怕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故我不动，而与民意越来越远。林前内阁自诩为改革的内阁，所谓改革就是要革新变动以应付不利的时局。蔡总统因而决定设置府院党的执行决策协调会议来交换意见、沟通看法，这无疑是正面的。但是有些名嘴却在蔡总统跟林内阁之间呢大做文章，说蔡总统干预阁揆的行政权力，将林前院长当成幕僚长。本席常谈武力、创造力、反省力、执行力、协调力、预算力，这武力不分大小，协调力跟执行力呢必须兼容并蓄。总统为国家的元首，也是除了司法院、中选会之外，也是府院党的协调者。行政院长的权力来自总统，总统帮忙行政院长架构协调平台，是帮忙林前院阁推动国政，这也是善心善意的具体表现。本席认为府院党的协调平台设立是为了做事情，而不是为了争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总统跟行政院长只要能够为民所指，止于爱民，一切以人民为念，二人同心是台湾之福，应该给予肯定。况且总统在十月十日的国庆文告中正面肯定了林前内阁的改革努力，本席希望林前院长不辜负总统的期许，不辜负台湾人民的付托，与蔡总统一起做好四年，做好四年。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致扬。主席、各位同仁，最近本院正如火如荼的针对大法官提名人资格的公听会跟审查会，其中当然关于许宗力教授他连任再任是否合宪违宪的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本席认为大法官的同意权是由立法院来行使，所以在人选的提名的考量上呢，除了要合乎宪法以外，更不能将政治的问题摆在一边。所谓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指蓝绿各党派之间的问题，而是执政党最忽略的是人民的司法信任的问题。许宗力教授他自己都承认，台湾现在司法最大的问题是司法的公信力不彰，必须要有具体的措施来找回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令人不解的是，顺着这个逻辑，如果司法的公信力不彰，
那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提名被质疑的这个状况下，以大法官被提名人兼任司法院长这样的一个姿态，继续来加重司法不被信任的感觉呢？让民众对整个司法体系更加的质疑。很多的学者在公听会里面，我听到他们都是举德国的宪法的例子。他们认为德国的宪法既然规定有在任跟连任的区别，而我国的宪法只有禁止连任，所以他推论下来就是我国的宪法明文没有禁止在任，感觉上好像是这样。但是不要忘了，德国是为了建立大法官的绝对的超然才禁止连任跟在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坚持宪法没有规定连任跟在任，就认为在任也没有任何疑义的话，显然是跟整个世界司法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不论是在任或者是连任，都会影响司法的绝对的超然性。我想蔡总统是念法律的，对这么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懂的。司法界的人才济济，为什么一定要挑出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来出任大法官兼任司法院长，让人家不断来质疑这个院长将来的合宪性、司法性跟正当性，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怀有特定的政治任务才愿意来再任呢？我对这样子情况下被提名的许宗力教授，我对他感到非常的不舍。我建议蔡总统注意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从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官员、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本席要讲的，抽佣提名监察委员，才是宪政危机的开始。无宪政危机之余，这句话是蔡英文总统在2014年，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他，率领该党立法委员刷掉国民党提名的11名监察委员后所说的话。今日时空转换，主客意味后，我们要用当年蔡主席的话告诉现在的蔡总统，不提名11位监察委员，国家宪政也不会出现危机。反而蔡总统若现在执意提名11位监察委员，才是宪政危机的开始。因为执政者出尔反尔，为了权力与酬庸的目的，公然毁弃自己与所属政党长期以来的主张，这才是民主宪政最大的危机。根据宪法修正条文第7条规定，对于公职人员的弹劾，只要经2人以上的提议、9人以上的审查与决定，就可以提出弹劾案。因此，以现任18位监察委员的数目，监察院依然可以正常行使宪法上的职能。换句话说，蔡总统就算不提名新的11名监察委员，监察院在进行弹劾、纠正、纠举等运作上也不会有问题。民进党长期一贯的主张就是废除监察院，而国民党则是希望保留监察院。因此，如果一个长期主张废除监察院的政党，在执政后却一再的提满11位监察委员，这种为政者把自己的承诺跟宪政改革的主张当作骗票的工具的做法，才是造成宪政出现问题的主因。此外，媒体报道有民进党人士新提名的11位监委可以专门处理前交通部长郭瑶琪收贿案等所谓违反程序的司法案件，好让人权得以维护。本席要说，若是蔡总统还是无法从日前被批评公然介入郭瑶琪收贿的司法案件中学到教训，又再次将手深入已经定谳的案件，甚至要求监察院也要这么做的话，执意提名这11位监委，不但更起人疑窦，反而这才是毁宪乱政，才是宪政危机的开始。所以
本席要呼吁蔡英文总统，千万不要为了权力、为了酬庸，不惜违背与民进党长期的主张，进而引发真正的宪政危机。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郑委员添财。苏院长、林院长、各部会首长、本院各位委员、我们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今年10月7号，本席质询林前院长，特别提到原住民保留地进伐补偿的经费违法挪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16.5亿元。在10月9号，原住民族委员会发了新闻稿，认为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收支管理应用办法已经明定进伐补偿的经费可以由综合发展基金来支用。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根本是违反了好几个法律，第一个就是违反了《原住民保留地进伐补偿条例》的第3条，因为第3条的第2项明定进伐补偿要由行政院编列预算，明文规定要由行政院编列预算，交由执行机关来办理。执行机关是谁？依条例的第2条的规定，执行机关是农业委员会。第二个是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原基法》第21条特别明定，法律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所受的损失，应由该主管机关宽列预算补偿之。该主管机关是谁？就是法律的主管机关，森林法的主管机关是农委会，应该要由农委会来编列来补偿，也不是由应该由原民会。另外就是违反了预算法第4条第2项的第2款的第4目，这个预算法特别规定，凡付出仍可收回的作业基金，这个是我们原民综合发展基金，是属于预算法第4条第1项的第2款的第4目，是凡收回仍可，凡付出仍可收回的一个作业基金。因为进伐补偿是付出之后是不会收回，是不会有收回的经费。因此，如果我们再看原基法第18条，原基法第18条是在规定政府应该要设置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要做什么用呢？是要办理原住民经济发展的事项。进伐补偿啊，补偿费绝对不是属于经济发展的事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本席要再次的跟林前院长，违法收回的应该违法挪用的，应该要赶快缴还给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以上。谢谢郑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我们在林前院长在上任以前，他曾经说过，经济不好的话，他绝对不会加税。但是，长照目前的裁员是从提高遗赠税跟烟税双涨。但是在9月23号的时候，有一份民调很清楚的说，28.8%的民众认为应该采取保险制，长照才能够可长可久。有38.8%的民众认为两者混合制，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机会。但是蔡政府因为政治因素的考量，舍去过去稳健的保险制，改采大福利国家才能用的税收制。但是呢，卫福部始终搞不定预算方面的方向。下年度的长照预算从7页一直到今天一再的缩水，从207页
亿下调到177亿。蔡总统多次宣示，我们长照经费是300到400亿，所以这分明就是只言不见不及。我们从整个的税制来讲，我想香港是没有遗赠税的，但是台湾的遗赠税制如果增加一倍的话，极可能导致税基外移，恐怕很难实现60亿的增税目标。但是呢，烟税，我想这几年我们不断地推动我们整个禁烟的法案，所以从民国94年，当时是245亿的税基，一直到103年已经降到194亿，而且最近这几年也增，一直往下调。因此，如果现在的政府说把烟税提高到20元的话，第一年能够增加158亿，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过于乐观。所以这两者其实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显见我们长照未来整个的税收是有余力的。所以新政府的长照制度被自己的税基绑得绑手绑脚，所以本席在这里呼吁林权院长必须要实践当时他还未就任的诺言。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找我们的学者专家，甚至于把过去曾经广纳在这个领域的那些教授们跨部会的来做政策的协调，长期的照顾未来的税收以及裁员，才能够可长可久。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林权院长，我们自称是最会沟通、最会协调的一个政策政府，我们希望我们未来整个的长照一定要可长可久。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智恩。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蔡总统特别提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他可以不用马上进入大学，最好到外面去工作几年之后再回来。那教育部跟劳动部根据这样的说法，昨天呢却发布了每个月给高中生各5000块，也就是一个月提拨的10000块钱到青年储蓄的账户，最多呢3年可以领取36万元。基本上面我们认为鼓励高中生他们能够到职场去做体验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呢在国家财政面临这么大危机的状况之下面，职场体验给10000，你说到底奇怪不奇怪？教育部特别提出来的，从很多的学生小学到大学，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性向，也没有跟社会大众有所的接触，所以呢利用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发掘自己的所存所在。但是呢这就非常奇怪了，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的心力，发挥这么多的经费，却让我们的学生完全不知社会为何事，既然要政府每个月付出10000块钱，那么去体验人生，这个是我们绝对要好好来做一个监督的。过去呢在美国，其实他们有提出所谓的 gap year， 也就是所谓的空档年，高中毕业之后呢还可以利用这一年好好来探索自己的性向，提供非常多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志工服务，让他们能够增广见闻。但是呢我们台湾目前所提出来的却是一个到职场去历练，那重点还是来自于给10000块钱。真正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我们从小到大并没有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给学生所谓的这个性向，给他们所谓的职涯上的咨询，也没有所谓的分流教育，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让我们这些高中生出来之后，他们在职场当中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学习的养分，他们到底是不是又变成企业界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变相的廉价劳工。需要的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学校跟家长是持着相当保留的态度的，因为如果说你真正要帮助这些弱势的学生，目前呢我们已经有行之很久的产业合作的一个专案，学生呢在这个技职院校或在大学阶段，他们可以跟知名的企业互相来做配合，企业给予他们一些的经费，也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这学生4年毕业之后呢，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文凅，他们同时呢在这个经费在这薪资上面也都有所斩获。
为什么不好好的 keep 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却要我们的学生利用三年的时间？难道只是因为蔡总统在选前的一番话，所以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劳动部就要因此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部分？而这样的政策到底对于我们的高中生来说是不是很有益的？如果他们一进大学之后还是要面对所谓的产学用落差，还要面临所谓低薪的环境，那这样是完全不能够解决事情的一种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它不是一时的花絮。或许呢，我们认为高中生不应该搭直达车到这个大学去，他或许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场的体验，会是一个区间车。但是我们还是更个。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早上我要报告的是长照裁员搞不定，政策方向看不清。行政院力推长照 2.0 计划，但是卫福部却始终搞不定预算方面的问题。下年度的长照预算从七月开始就一再的缩水，从207亿下调到177亿，而我们蔡总统多次宣示长照经费至少要有331到400亿，但是坦白讲，这也是不够的。在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财政委员会里面，本席在质询卫福部的吕宝进次长的时候，他也坦言，400亿大概只能够支付的是未来4年的长照预算，这4年之后，常常就已经不够支应，那怎么办呢？其实还是会可能要回归到长照保险法。换句话说，现在蔡政府在实施的是一个折中的长照保险法，只是他因为选举的诺言，先用长照税收制来支应，但是4年后可能还是会回到长照保险法。而在这样子财政如此困窘的状况下，诚如刚刚我们华委员提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林权院长也提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不会加税，但是目前采取的税收制就是要加税，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难以应付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的支出，一意孤行实施了税收制。好，若要采取税收制，我们要了解的是，这是必须要是税收是要具有成长性，而且要有稳定的税目来支应。但是大家看一下，目前税收制要谈的是遗赠税跟烟税，这都没有成长性，而且可能都会减少。好，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这个使用这个烟的，然后叫缴的烟税，好，过去都是每年以2.5%、2.3%在减少中，更不要讲说将来若国建署继续再推反烟，抽烟的人再减少，再加上你增加烟税，可能到时候抽烟人口会大幅度的降低。本席在此呼吁哈，为了这样子的状况，对于动辄千亿的我们的长照的方案，选择税收制，无疑是自讨苦吃。我认为政府从未认真的思考税收制的政策的这整个的障碍跟阻力，东拼西凑，搞到现在还摇摆不定。因此，本席提出了一个折中版的成人型的长照保险法，比照年金，从25岁开始缴交，让有经济能力的全体的国民开始缴他的自己的长照，同时呢，也不影响我国的生育率。从这样子的角度，希望能够正本清源，让我们的长照保险将来有一个健康而且往前走的一个方向。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长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上个礼拜，民进党立委为了贯彻蔡总统的意志，强行闯关一例一休，不顾我们现场委员要求公听、要求程序发言、权益问题、要求报告、要求询答、要求讨论，一概不理。在没有逐条审查、也没有公听会的情况底下，
蛮横的通过了一例一休的法案，彻底的破坏了民主的程序，企图行塑独裁国家的行为，我们在这边要给予谴责。如此集权跟专断，跟不顾民生需求，也不顾民意，出卖国家利益，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担忧。未来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层出不穷？我们在此要提出呼吁，要求这个政府不要再如此专断蛮横。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最近又传出来我们的政府跟日本就福岛农产品解禁销往台湾一事有初步的默契，可能明年初就要正式开放。卫福部食药署的署长江玉美说，因为日方要求殷切，不断的要求我国开放，没有错。八月初苏院长带领的立院访问团到日本的时候，从头到尾日本的国会议员只要求一件事，就是开放福岛食品。对于我方立法委员所提出来的相关的其他的要求，几乎都一概不予回应。面对也是如此蛮横的日本政府，难道我们要屈服吗？这个署长还说，依照行政程序，食药署接获高层指示后，会再评估福岛五县市的食品安全性，来广纳各界的意见。我们想请问的，什么叫做高层指示？是不是接到高层指示之后，其他都不重要了？就跟上个礼拜一例一休的法案一样，只要高层指示，就只能通过，不能讨论，迎合上意，不断的来强害我们国民的健康吗？又例如，台美 TIFA 十月四号在华盛顿举行之后，美猪再次扣关，结果我们的曹主委面对媒体说，要猪农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真的想请教这个政府，你们要这样继续的强害国民的健康吗？只要高层的一句话就要出卖人民的健康吗？都没有讨论的空间吗？都不必要来倾听民意吗？民众的担心你们听到了吗？关于民众的健康，你们就要这样来出卖吗？到底换到了什么样子的利益？我们在这边要请教政府，谢谢。谢谢江委员。经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57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宴会，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7日上午9:01至9:25，10时至12:18，下午20:34至5:26，10月11日上午9:01至11:30，下午10:50至20:31至7:15，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民众等111人，请假委员、邱委员、议员等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18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一届本院第9届第二会及第4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6案、第19案、第50案、第55案至102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7案、第18案、第51案、第52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53案、第54案均决定同意撤回。第103案决定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处理。第104案决定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并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第105案至108案、第111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109案、第110案均决定延展审查期限。第11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2件，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经济组织质询。讨论事项，第一案、第3案、第6案、第10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二案、第4案、第5案均暂不予处理。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6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28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6人拟具《烟酒税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6人拟具《烟害防治法》第4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18人拟具《森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20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删除第22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保全业法》第10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6人拟具《建筑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7人拟具《就业保险法》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6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17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二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拟具《医疗法》第10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22人拟具《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22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34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删除第118条及第160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20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21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0案，本院委员杨振武等17人拟具《烟害防治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1案，本院委员苏振清等17人拟具《商标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2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7人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35条及第36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9人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4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23人拟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5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20人拟具《政府采购法》第101条及第10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6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第8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7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18人拟具《口腔健康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8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16人拟据《商品标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9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17人拟具《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0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17人拟具《特殊境遇家庭辅助条例》第1条及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1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8人拟具《乡镇市调解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2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24人拟具《土地征收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3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16人拟具《国有财产法》第52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的十七人拟具《国有财产法》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的十七人拟具《烟酒管理法》第五十七条及第五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的二十人拟具《公教人员退职》退休给予并及党务人员年资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拟具《内政部组织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蓝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拟具《交通部组织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蓝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拟具《经济部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蓝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拟具《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蓝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陈万丽等十七人拟具《自来水法》第十二条至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叶宜津等十七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叶宜津等十七人拟具《大众捷运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九人拟具《电业法》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七人拟具《保险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银行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九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一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二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条之四及第一百七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七人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本院委员徐益仁等二十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本院委员徐益仁等二十人拟具《行政院资讯总处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
第57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的20人拟具政府资讯机构人员设置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8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18人拟具国民体育法第10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9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16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9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0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3条之一、第11条之一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1案，本院委员陈宜明等16人拟具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2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7人拟具土地征收条例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3案，本院委员邱义莹等16人拟具殡葬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4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6人拟具司法院组织法增订第5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5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16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65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66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16人拟具渔会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67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68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6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保全业法第1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意通过。第7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意通过。第71案，国家安全局函文修正特勤人员及特勤编组人员应执行特种勤务致伤残死亡未执行肢体标准第2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意通过。第72案，司法院函文修正民间公证人社事务所地区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解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3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基本工资并自105年10月1日生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4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外国人寿评估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1项第8款至第11款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第13条第1项第4款附件1及第20条第1项第4款附件2，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75案，劳动部函文公告农民团体终身农田水利会适用劳动基准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6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会议通过。第七十七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修正《档案法施行细则》第十四条之一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八案，盲藏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含财团法人盲藏基金会105年第二季广告媒体广告季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九案，盲藏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及个人之补助经费资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两岸协议执行检讨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一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修正机关委托资讯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办法第十二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二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算决议，检送延续安装北斗定位卫星装置，对国家安全资讯及通讯衍生风险评估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三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及境外卫星广播电视事业换照审查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四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废止广播电视广告内容审查标准及卫星广播电视广告制播标准，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五案，法务部函为修正外役间受刑人遴选实施办法第二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六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105年第二季员工消费合作社应缴回之代办盈余处理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七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中央印制造币量产105年度截至六月底止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八案，台湾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九案，原住民族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原住民保留地经发补偿实施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经济蓝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案，外交部函送105年第二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情形一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一案，总统府函送该府主管105年第二季政策宣导经费办理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二案，台湾省自议会函为105年度第二季无办理各媒体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事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三案，行政院函为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本年度人事费不符，动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月预备金10亿9645万4000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内政蓝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四案，密交通部函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间已签署之 NATI 2305协议备忘录之附约一及其附录一，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外交及
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五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调查程序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九十六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政党及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项《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七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八条第三项关于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之公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八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八条第四项财产申报格式填写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奖励举发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劳动部函为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署加强监测机构之查核及管理工作，确保监测资料正确性，简送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一案内政部函为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一百零六年度预算，业经该会董事暨监察人会议审议通过，简送预算刊物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二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暨所属单位预算刊物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并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三案司法院函送《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司法院及所属单位预算刊物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并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报院会第一百零四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一百二十九案、第一百三十二案、第一百三十四案、第一百三十六案、第一百三十九案至第一百四十七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一百零四案至一百二十二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有关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相关预算均准予动之。第一百二十一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一百零二年度预算书等十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提报院会存查。第一百二十二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及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一百零一年度决算书等六案，均已于决算法第二十八条锁定审议期限，请提报院会准查。第一百二十三案为本院财政、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八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案，应已于送达后一年内完成审议之期限，依决算法第二十八条视同审议通过。第一百二十四案至一百二十七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文化部函送该部
主管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等十二家财团法人103年度决算书案等案，均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28案至147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内政、外交及国防、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48案至183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审查相关人民团体请愿案，经审查结果，均依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第18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李委员研究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185案为本院人事处函，唯一本院第九届全国部分区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邱泰元先生，已于民国106年10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时20分到院宣誓就职。第186案为本院民进党党团函，为徐国勇委员转任行政院发言人，请辞立委，其经费稽核委员遗缺由核心选委员递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余委员宛如等所提质询师书面答复共80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蒋委员万安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2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现在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报告，继续执行。今天进行立法委员个人经济组之执行。现在请刘委员建国执行，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刘院好。院长好，国事繁忙之余，有没有拨个时间去看一下电影，放松一下？外面电影院大概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在家里面，如果有时间许可的话，可以试试看。那有没有看过现在超火红的失速列车？没有，没有。哦，那你 大概知道里面的内容吧？我知道这个电影在目前很流行，但是我没有仔细去这个了解它的这个内容。好，我想简单了，失速列车应该就是，它就是描写那个场景，就在韩国里面爆发一个很大的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的很严重的状况，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是一个假的啦，那个是一个假的吼。但是世界上还是有足以让人类感到恐惧的细菌存在，而且英国的经济学者他已经预估，在2050年的时候，将近会有1000万人死于这种细菌的感染，甚至也造成全球的 GDP 下降3.5%。院长有听过这样的？的讯息吗？我没有特别就了解这些，但我知道就是在医学上来看，就是因为有不断的这个基因的改变啊，会有一些新的细菌会出来，对我们的健康或是对生物的健康这个造成这个影响和冲击，这个是可能性是有的，就像那个病毒也有这种可能啊。这个院长一定要知道哈，它叫做超级细菌。那这个超级细菌基本上会牵涉到整个全世界笼罩这样的恐慌，它甚至也会超过癌症的死亡率，比例会更高。那它不是只有从医学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它甚至于从医疗的机构里面，从长照的机构里面，也甚至会长照从畜牧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今天才特别在这一个总咨询里面要提醒院长，因为毕竟政府是防疫的第一道防线，那这个整个防疫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很深刻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警这个事情，
然后也有英国的经济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那2050年其实离现在不到30几年，我们要为现在，也要为下一代，为未来来未雨绸缪。所以 我希望院长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因为这已经牵涉到我们整个人类，不管在医疗，不管在畜牧的整个发展过程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应了。谢谢刘委员指教。我想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我了解，我的认知是，这个部分可能是跟我们过去的抗生素的这个使用过度那个频繁啊，造成的那个某些细菌它有了抗药性的这个结果有关。那当然这个部分，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就是新的药品能够问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新的药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如果能够解决这个，如果新的抗生素出来的话，也许还有机会了。我应该这么讲了哈。昨天的新闻，不然院长应该知道嘛，又3000只的乌骨鸡被下架。是什么状况？院长知道吗？这个我不清楚。好，那有请农委会主委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吧。锦超主委。刘委好哈。主委，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你的掌握情形是怎么样？我们防检局跟畜牧处这边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屏东有一个乌骨鸡，那么它是不该用的一个抗生素，所以已经下架了。不该用的抗生素，而且可以3万块的罚款。所以3万块的罚款，他为什么会用了不该用的抗生素？是不会用，故意用，还是用的过量？我想就以主委曾经当为屏东的大家长，那我想对整个畜牧业整体的农业，主委应该都非常清楚。当农民要去使用这种抗生素的过程里面，它的讯息来源来自何处，有什么依据？他照理讲，他当一个农民，一个畜牧业的农民，他基本上他要用这些抗生素，他基本上一定会要合法，也要合情，他也会适量，甚至他要安全嘛，他绝对不想要超过嘛。所以你们昨天掌握情况，当你发现了他是使用过量的抗生素，所以你们对他处以罚款，但是你们没有去追踪到底是什么情况去发生的，是不是简单可以跟院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好，我就特别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信息我们是因为昨天才得到，所以进一步的追踪情况我们还并不很清楚，但我们一直认为，从我们的防检跟畜牧处到现在为止，今年大概抽检了20000多件，那么不合格率还不到0.1%，事实上99点都是合格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恐慌。但我们一直认为用药应当是要回归动物用药的许可跟兽医师的药方，而不要擅自听从有些药品的推销业者，那么这个事就危险。好，所以他应该听从谁的意见？为最准确、最专业的，应该是还是我们的兽医师。好，那我们就来讨论兽医师吧。兽委跟院长知道我们兽医师，就是经济动物的兽医师的比例是怎么样吗？我要向委员报告，好，我们今天的这一两年的兽医师可以说重心都移往这个禽流感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人力事实上是严重短缺。严重短缺嘛？知道战争这个兽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理解里面，多数都是已经去从事所谓的那些照顾猫狗，就是宠物了，宠物型的这个领域里面去。那直接从事在经济动物的兽医，占整体的比例多少？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毛小孩的兴起，那我们现在的很多兽医师是不往公部门这边来移动，而是往这个私人的诊所这边移动，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危机。对，农民今天要用药，他当然是期待就是透过兽医最专业的建议嘛，对不对？不是听一般的药商讲这个药多好，讲这个抗生素多强，还是陈鲁刚才院长所讲的用新的抗生素，都不是这样。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做引导，去做建议。
我想每一个农民他基本上他不想用过量，用过量他可能会造成他的后果，他非常清楚。用过量他也必须要负担更大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支出，所以在合情合法然后用量适量甚至安全的情况之下，绝对是每一个农民他基本他应该遵守，他也希望这么做的。但是就陈总刚才主委所讲的，都天天做这些啊，伊无得我们啊。你来看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清楚，这是2014全国职业的兽医师，猫狗的部分56%，那其他的动物防疫，刚才曹主委讲，整个跑到防疫 的领域去，他才占多少？19%，也才占19%。那经济动物兽医就只有占8%，这个比例2014来到现在也不遑多让了，根本就没有增加过。那院长还是主委，你们怎么针对这一块来做处理？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不希望让农民无所适从，我们不希望农民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情况之下，找不到政府的依靠。好，那么行政院特别有一笔款给农委会，要增加我们的畜产的竞争力当中，对用药以及生物安全的管理有一个预算，我们希望明年彻底来执行。明年要彻底的执行，所以这整体的规划什么时候会出炉？我们能不能给我们委员会，给我们相关的委员来做参考？对，好，我们把这个资料来提供给委员。是不是在年底之前可以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辅导的计划可以提出来，让我们来做参考？好，可以吗？请委员支持。我在这边有另外一个数据的，也给院长跟诸位做参考，这也是农委会给我的一个数据，102年，这个我们的牛只统计数据是14万多头。那一位兽医平均要照顾多少？4913头。如果反观日本，他大约一个兽医师只有照顾1000只左右，这比例悬殊之大，这第一点了。那我们台湾护病比已经落差这么大，现在连医牛比也落差这么大，这整体的对整个经济动物的安全发展过程里面，甚至于他在屠宰之后上到市场上，上到餐桌上，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不堪让我们想象的后果的存在。所以就像昨天发生这个事情，照理讲诸位今天来到院会准备接受咨询，应该就底下的人应该就把相关的讯息要丢给主委，丢给院长，我们才可以及时来做一些因应跟答复嘛。所以我是希望这个部分能尽快，当然正如刚才主委所讲的，可以在年底之前把相关的这样的规划辅导计划提出来，我们就来做讨论了。好，谢谢。这个刚才院长有特别的提到，是不是用使用性的抗生素？我想这个概念绝对是错误的了。超级细菌其实它是多重性的病变的，这病变会突发很多的我们没有办法预估的状况，所以才有经济学者，才有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提出的预警。如果今天在这一个畜牧的防疫上，我们用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做处理，那显然它就是一个防疫上的破口，就是源头上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让它管控得宜，那永远没有办法让它去降低。那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后端我们就永远疲于奔命，永远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及时的去做处理，所以我才会对这个事情很 care。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曹主任应该比我更清楚了，这里面有很多在不管人也好，不管动物也好，在使用抗生素的过程里面，确实台湾真的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要开始扩大讨论了。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如果再不面对，可能会造成，我想也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了。所以请院长跟诸位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事情，也希望在院长跟诸位的任内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有效的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因应。好的。另外院长有没有看过这个大肠经？韩剧的大肠经？我有看过一部分，也许对，很早以前对。大肠经里面它很多也都是在讲健康的饮食啊。安全的饮食。那好，那我们要可以朝向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的食物的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可以乱用抗生素，一定要有专业的兽医师来让他
跟他做指导。那相对的，这些畜牧、这些动物，他吃的饲料，是不是在饲料里面，我们也必须要做相关的一些处理，去做了解。当然，也就是说，动物饲料的这个内容里面，它可能也会掺杂到一些有的没有这些抗生素。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不晓得院长或是曹主委有没有进入这个领域里面，要进去做一些做处置，有吗？这样一项都是我们畜牧处跟中央畜产会一个业务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希望源头的管理最重要，否则后端你处理不完我们一定会往这方面努力。好，就可这个其实是一个相连性的事情了哈，所以这个事情还请院长跟主委会心的哈。所以我要提到，时间剩下一分多钟而已哈。农损值农业保险法，我在这边特别也代表运营县民感谢院长跟主委的哈。这次的台风，其实受伤最大的还是在云林县。那院长跟主委都有到云林去了解实际状况，但是我们还是在 focus 那个农损的灾害的面积的超过20%。院长已经有财势嘛？17%、18%、19%，跟20%的差距是有多大？差不盖贼嘛？也就是我们希望从宽从速的来认定，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像云林县、像屏东县，如果跟直辖市的农经人员的那个比例来计算，还是相差甚远。一个农业大县的农经人员的比例，既然少于直辖市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他怎么有办法去从宽从速去认定？每一个公所的农经人员平均4到5位，然后每一个人员他必须去现场去看到将近几千公顷以上的这些农地。那所以当院长离开之后，当也有人去比喻当时院长去看到台东的灾情状况，也是这样的一个指示。不过最后还是会疲于奔命，最后还是会很多事情去延宕。针对这个部分，站在行政院的角度，站在一个全国最高的农政机关角度，要怎么去辅导，要怎么去因应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简单对我们说明一下？好，我们现在已经从台中就辅以用无人飞机来辅。好，谢谢刘委员，谢谢林院长。现在跟院会报告，现在有美国联邦众议员巴顿先生到院拜会，并莅临旁听。我们请所有在场的立法院的同仁，还有我们的官员，跟他挥手致意一下。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欧博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邀请行政院林前院长，请林院长。陈委员好。好，请问院长是不是已经确定宣布4月7号为言论自由日？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一次在这边答询的时候也有跟人手局有提到，那么希望他们去这个就这部分做行政作业，
啊，那么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呢，应该会在年底之前这个事情就可以确定。好的，谢谢。我们知道郑南榕先生呢，是1989年4月7号呢，为了100%的这个言论自由而不幸牺牲。郑南榕先生呢是宜兰人，很多的乡亲呢啊尽甘心了、啊、特别呢啊希望我啊在这里呢向蔡总统以及向院长呢啊表示最深的谢意。那我想啊我们对于过去啊对国家的发展有贡献的人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纪念性的啊这样的表现啊，谢谢院长。那第二点呢，我想啊就叫院长哈、啊。那大家知道、啊、这个蔡总统在就任之前呢啊有提出要谦卑谦卑再谦卑，那就职演说当天呢有提出了这个啊几项的一个啊这个宣誓哈、啊、其中呢啊他特别提到要肯定这个啊这个整个啊国家对他支持，他要带动整个台湾呢啊发展新南向的政策。那这个新南向政策在国际媒体呢跟各界是给予很高的肯定。那我知道呢啊、虽然这是总统的职权先是外交的一个牛肉之一啦、啊、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在整个推动新南向，我们行政院也有制定新南向政策的一个推动计划。那这个计划目标是有18国，除了东协10国，南亚6国，还有纽澳，总共18的国家。那在积极推动从4个面向呢来推动新南向，要创造互利共赢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要提醒呢啊，就是说啊院长呢是不是能够力求突破了哈、啊、怎么来突破。那第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啊我们过去到现在呢啊对于啊国家的这外交的这个思考呢啊是有一些啊疏漏的地方。那过去大家知道哈、啊、从1950年到1990年呢，这40年呢，台湾创造了40年的经济奇迹，每年经济成长率呢平均7% 以上、哦、那不但创造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且呢它拉近了米贫的贫富悬殊的差距。那这个在全球里面是很少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同时积极的这个发展经济，同时又能够消弭啊这个贫富的悬殊，平均整个财富的分配，这个是全国的啊全世界的一个蛮特例的地方啊、哦。那我也知道说近几年来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啊经济的衰退啊，当然受到全球的也影响，但是我们去东南亚一些国家或是东协这些国家，哎，我们发现到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率都还维持10% 左右啊啊，所以呢我们的反观我们自己呢，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进出口啊也连续17年下跌啊，17个月了哦，这个是很严重的警讯哦。所以新南向的政策能不能成为啊、未来台湾开创未来的一个机会、哦、我想面对全球经济以及这个大陆的政治的一个障碍呢、哦、我们必须要突破了。那这突破我建立2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就位阶性要来做讨论，第二个就互惠性的问题来讨论。第一个位阶性来讲、哦、我们过去的外交不管是对美国、日本呢，其实我们这些邦交国呢，是以这些为主。对于这些东协10国或者这些国家，没有邦交的这些南向的这些国家呢，我们呢是欠缺的一些啊资源跟人力上的一个啊充裕的哈。所以啊，对于邻近的这些东南亚跟南亚地区呢哈，啊，我期待哈能够加强人力哈。比如说我们驻印度的一个代表处了哈，那业务经费不够啊，差美国的纽约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旧金山也好，都差其他的州处的一些这个办事处来讲都还低的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员的外管的人员呢，这个我们要在外交上呢要稍微再加强哈、哦。那如果是确定要这样做的话哈、哦，那整个这个位阶性呢要提高，就是对这些新南向的国家就在外交的想法要提高哈、哦。那是不是院长愿不愿意就这个位阶性的调整，或者是对人力的一个补充呢？做一些思考。好的，那个跟陈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您刚刚所提到新南向的这的对象国家啊、哦，
虽然有这么多个，那都是我们的这个把它放在这个里面作为思考范围，但是未来的重点不会说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去选择对我们国家比较友善而且投资环境比较这个可以稳定建立的作为优先考量。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如果说是有一些因为有这些业务的需要而这必须要增加经费的话，那这个必须或增加人力，这个都必然会做。可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我们还是要先有计划，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再来去看人力和经费如何来配置。那么现在外交部已经在检讨，就是把那个李部长已经跟我提到，就是说他们有在检讨一些外管的一些人力和资源的配置。那么未来也期待呢，就是在新南向政策开始逐步来推动的时候呢，那么视他的工作需要来在这边增加适当人力和经费，这个不会有问题。可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不会为了要提高他的人力和经费就直接给他钱，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工作计划和内容。好，那个部长院长还有各部会都提到一个创造互利共赢哈，那我现在接着要谈的就是一个互惠性了。那台湾呢，过去的都是看待东南亚跟南亚地区，总是有台湾的自己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角度来出发哈，很少考虑到当地的需求、当地的观点呢。所以我认为新南向呢这个政策呢，不能就是凡事都要互利的，而是我们应该是不是我们先来当别人的贵人，然后他们来当我们的贵客，这个思考哈，我认为哈，这个或许也能够吸引哈啊对方的来的配合哦。我想这一点呢，我想啊，就像那个经济部编定的一个新南向政策服务指南哦，啊里面有提到一些啊这个政策哈，这个新南向这个新呢，我解释为哈开放了哦，所以我的看法呢，请院长是不是思考一下哈？新南向的政策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把这个开放 的脚步能够 提升、哦、不要我们自己封闭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走出去，一直要互惠，而是我们先当别人的贵人，让别人能够来我们当我们的贵客。我想这个思考、哦、会比较能够促进的、这个新南向的发展、哦、所以我想说、哦、这个新南向是全民大家瞩目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期许的、哦啊，民众也不会给新政府太多的蜜月期，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来推动、哦、好，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请教、哦、那总统最近呢，提出这个五大创新产业了哈、哦，行政院也宣布了哈、哦。那这个五大创新产业呢，这个包罗万象哈、哦，那就是五大创新研发的计划哈、哦。那这个五大创新产业可以涵盖整个台湾的西部，但是哈、哦，问题又来了，东部跟离岛也没有。我们看看这个图哈、哦，那个桃园亚洲矽谷，台中的智慧经济，台南的绿能创新城，西部沿线的亚太生技中心，还有一个前台的复兴国防，前台的复兴国防也是北部、中部、南部。院长，我会再提醒你哦。不要忽略台湾的东部跟离岛的需求、谢谢陈委员指教、我想这边也特别给我这个机会来特别强调和说明澄清。那么我们的五大创新产业其实它的这个整个涵盖的范围是包含全台湾、也包含离岛在内，那么只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动的基地或地点呢，也许在某些地方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标或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代表的地方，不代表说这个只有这个地方才会有啊，比如讲说是亚洲矽谷，它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全国一致的啊。那么这个不会有所有的创新的机会都会因为亚洲矽谷这个方案能够起来。那比如讲说是像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新农业政策啊，那么只要是农业地区，那么它都会一样的受惠。这个都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您所看到这个这个只有这某几个点有，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说这些地区呢，因为它原来已经有一定的产业聚落在，我们透过它去把这产业聚落加强之后呢，它能够让它蔓延，整个这个能够让全台湾地区都能够受惠，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那个院长，我也感受说你有心里面有花东了哈，还宜花东，还有离岛哈，但是在具体的计划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撑出来，否则这个图表哈，我们一看哦，我真的没办法向我们宜兰县的乡亲呢、交代，特别现在我们跟几个东部离岛的委员成立促进会，哦，那政府的这个计划，包括哈、在花东产业六级化发展方案，这是过去马总统政府呢他所提出来的，那
在103年10月29号行政院核定，当然不是你核定的哈，但是这个里面呢，把花东呢，啊，这个产业呢，啊，也做了一个发展计划，但是呢，东部又独立宜兰了，又把宜兰忽略掉了哈，所以我真的要代表我们宜兰县的乡亲呢，再次恳求院长跟所有你所有团队哈。不要忽略宜兰在东部。不会，那个陈委员，其实我们看，如果说是中央政府的整个的年度预算里面，啊，我们在每个地方所推动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宜兰地区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值得我们去把它推广的这些计划，其实是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希望说，那个针对这个部分哦，不管是新政府的五大创新产业，或者是各项的产业的发展计划里面，不要忽略。东部跟离岛，好的，谢谢，好不好？这个、哦、真的是长期以来这样的重北轻南、重西轻东，哦，重本岛轻离岛这种情况，台湾现在已经这个城乡发展失衡了，甚至造成严重的这个贫富不均。哦，我刚刚特别提到，我们乐意就是在这些比较这个发展比较不足的地方，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促成这个社会的平衡，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好，那个院长哈、哦。这是梅基台风，你到第一时间到宜兰哈来看灾损，我内心非常感动，啊，我也代表宜兰人跟你感谢。你到实际看现场看，你才知道严重哈。可是你发布的新闻里面好像说，这个西部的5县市呢要电缆的地下化优先，那我就觉得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有优先？结果呢，我去查了一下呢哈，啊，竟然你们台电提供的资料呢，是因为停电户数的。多少来决定？事实上，如果你把它分母为总户数来做分母的话，停电比例的最高的是东部跟离岛、欸哦、所以你们这个数据的这个这样显示是毫无意义的。你台南市跟台中市那么多人，才2-3万，我们宜兰县40几万人就20几万户停电呢、欸，所以你这个数据上是有迷失的、哦、那。大家知道台湾的东部往往都是台风的首当其冲的地方，所以宜兰、花莲、台东呢，每次灾损最严重。啊，这些地方呢，哈，啊，这个是苦不堪言了哈。那个院长你自己那一天有亲自去看哦，去年的苏迪勒跟杜鹃台风啊，这个上面哈，去年的，那今年是梅基啊，梅基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梅基台风。那我特别呢把资料抓了出来哈。在去年呢，抢修跟复旧，因为两个台风，一个将近2000万，一个是将近6000万。那今年呢？今年这个梅基台风是4000万的抢修费用，抢修费用这等于是浪费公帑。如果你地下化是不会这样子，不但是要耗费人力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养殖渔业、我们的农业没有保险，渔民、农民是非常的痛苦啊。院长，你也亲自到看到那边看了，那个那么受力那么强的那个温室啊，整个都翻掉了。所以我认为了哈，这个电力的这个加强哈，地下化、地的加化，要以东部来优先的考虑。啊，你现在把你的重点放在西部，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又独立东部，应该把东部放在前面。东部每年都这样子，你看那个渔民。每次来停电就没办法这个转动那些马达提供氧气，大概鱼都死掉。那个这边我是不是来特别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啊，我在之前的那个总咨询里面也有陈廷飞委员有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您的意见啊，我们会请台电啊特别来参考。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不要是以某一个县市或某一些地区作为优先，而是应该是它是不是有需要。对电缆地下化在那个它在那个未来的这个就是防灾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排序上来说比较重要部分，我们来处理，不要以某一个地点啊作为优先来。对，尤其是受方面比较影响比较大，像就是宜兰的海边哦，又有养殖业哈，基兴村那个五结乡那边哦，这个是蛮严重的了哈。这个我们希望它是考虑到。对，第一个就是它如果损坏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地区，那这个地区不见得是指。某一个县市啊，或某一块地区，而是以在那个地理位置来看啊，只要受到限制，不论在哪个县市，都应该要同样。所以希望把东部也纳入这次。
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刘委员站好，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主席，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我们林院长，还有我们农委会曹主委，谢谢。请林院长、曹主委。刘委员好。院长好哈。院长，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里面，我们真的台湾面对这个极端的气候，从尼伯特、莫兰蒂一直到梅基，无论它的风力或者是雨量，我想都是创了非常高的一个记录，那也造成我们台湾的农损非常的严重，我们以尼伯特它整个农损11亿，加上莫兰蒂农损21亿，然后梅基农损包括产物跟设施33亿，总共加起来将近67亿，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我以尼伯特台风为例，它我们全国的农损11亿，其中就占了超8亿，非常高的比例是在台东所受的损害，然后包括农产本身，也包括农作设施哈。那我想在这当中，行政团队有表现迅速的，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哦。在包括就是说在灾损的勘查，也包括整个灾损的复建，或者是灾损的补助哈，无论是现金补助等等相关的补助，我相信给各地方政府。我以台东为例，我相信在地方跟中央配合，能够在第一时间至少能够降低农民的他的痛苦，或者是降低他的难处。我相信这个行政团队我们要给肯定啊，特别是行政院院长哈，其实你在10月1号的时候，你做了10月1号你做了一个重大的宣示，我觉得这是对农民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设施的。重建的补助，原本我们是从1/3的补助提高，明年预定要实行的计划提高为1/2，全国，而且今年度的全部都适用，无论是发生在尼伯特或者是梅基台风，一体适用。我想这是行政院呼应整个我们农民的这样的需求所做的一个回应。虽然也许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不多，但是我在这个机会要给院长还有我们整个行政团队曹主委来一个肯定了。但是院长曹主委，我现在就是说政府有很好的美意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整体的农业重建设施补助有分个6个类型，而且我们今年的做法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以往是补助的方法是农民重建之后也许就是拿发票去申请相关的补助嘛，然后现在我们为了要让整个结构无论是网式或者温室，整个结构更加的安全，所以我们在前期作业加入了专家学者，也包括提供设计图还有提供专业意见的相关的措施嘛，这是之前没有的嘛，曹主委，我想这之前就有，只不过是没有落实啊，这次是我们是希望能够落实嘛，希望能够，其实这个对农民也好，对政府也好，我们希望把这个预防做在前面嘛。那将来如果面对台风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大的雨量，我们把这个损害降低。第一个，农民损失降低；第二个，政府要出的钱也相对的降低哈。但是现在本席在这里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说我们这六种的补助里面，其中第一项补助就是1/2，最高是450,000的水平棚架网式这一项哈。我以台东为例好了啦，我们现在的核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厂商，然后他开具发票，然后我们再做相关的核销嘛，但是这个对台东来讲一个非常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台东的水平棚架网是通常在以往，因为台东地理环境特殊啦，我们往北走也要200公里，将近200公里才可以到花莲， 往南走也要到200公里才可以接到，还可以高平平原嘛，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厂商是很困难的，而且通常我们农民在重建水平棚架网式的时候，他通常是用自己雇工购料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我们目前雇工购料的方式是很难，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进行这相关的核销。政府有那个美意，希望农民能够重建，而且做得好。问题是现在出在，然后雇工购料可以核销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农委会的水保局，事实上农村再生它很多地方是鼓励社区雇工购料的、原民会在很多的部落里面它是鼓励部落雇工购料来做相关的设施，那个时候一样是公部门它也可以核销啊。但是这一点我讲阿伯那几项我卖过阿伯那个很专业啦，比如说那个网温室的那个加强型的温室那个要很专业。但诸位还有院长，政府有那么好的一个制度，那么好的一个美意，至少就第一项而言，那个是非常相对的简单啦，因为那个本身你可以雇工购料嘛，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那我想核销目的是卡在核销的部分，而且台东相对屏东高雄台南一共被吹黑，专门在做温室或网室的这种公司或 商号很困难啦，真的太困难啦、他们也不可能从外地来做这几，从外地从高雄来做几，才做两件三件，还等于高雄也很困难。我们只能在地找，但在地要找到这样子的有经验的哦，在长期来做温室网室的公司行号是非常少的。哦，诸位，我这边请院长来帮助农民哦，因为政府的制度是好的，是在那边的啦，补助二分之一是好的，在那边啊，但现在是出现在核销的部分了。那个好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我还是按农委会来演绎一下。原则上应该是发票它只是一个凭证嘛，那还是要根据事实嘛。如果它真的是有原来已经有毁损，被认定是有毁损，而且它也重新建了，建了之后也有事实在这边，那它所建的部分也符合我们所要求的标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帮他解决问题？院长，现在就是说虽然这个看起来核销是一个小事情，不过政府这个好的措施哈，现在就卡在这边了。对，我说就卡在这边，我们刚来务实来解决，我们不要以凭证为凭证主义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你开发票来，就是一个厂商开，比如说哦，水平棚架网室一室，好、哦，比如说90万，他开温，我们就认这张发票嘛，我们就是认这张凭证。但是雇工购料，事实上他有凭证了，只是凭证表达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嘛。那我刚提过，在水保局或在原民会，他们在处理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允许社区雇工购料的、在某些事项里面，他们是允许雇工购料来做核销的、其实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他有发票没发票，他只要确实是原来有损毁，后来又有重建，而建的 是事实，那就应该是要给他一个适当补助。那只要他所建的部分是符合标准的，那至于说这个部分是到底是用发票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农委会再来做研究？我可不可以请诸位来 回应一下？诸位，我希望要符合标准，或者灾害一再重演。哦，没有没有错，诸位，爱的合乎标准这件事情都没有问题。比如专家然后有设计图，现在农民都愿意配合。好，现在这个没有问题。现在他不是说要照自己的方式干，因为我们昨天这几天以来，政府这么好的措施，我们也举办了配合请农粮署来做，在台东地区做了好几场的说明会。符合政府的设施的规定没有问题。现在我们一再的说，不是说照农民自己的意思盖一盖，然后去清洁，不是这样。好，要符合、这个就最重要。对，最担心的这个地方，对，就是说农民有时候跟你晒大大的，互相交换工，开始有些收集事是造假的。你要颁个感谢状给我了，我到处去帮你们宣扬这个政策了。我一再跟农民沟通，就是说，因为政府一定有政府的规矩嘛。现在别再讲教练艺术 Kiki 嘞，啊，叫政府户籍没有办法这样。你一定要大的结构、主要的结构照政府的规定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补助嘛。但问你现在就是申请补助的那个凭证的方法啦。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请厂商一个专门在跟人家盖网室或温室的厂商开一张发票出来嘛。啊、现在很多农民他愿意照农委会的方法去盖，问题是 他需要的是自己雇工或自己购料凭证的问题啦。盖照规矩盖，绝对遵守，绝对遵守。谢谢。啊，这个凭证的问题，诸位，我们来帮农民来思考，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来研究、多久的时间？前上个礼拜我们下去，当然有要去看一下实际的福建状况。那因为台风就飞机不能下落。啊、对对对，上个礼拜主委我知道本来还要去讲那个畜牧专区的问题嘛，好、哦，来两个礼拜我们来给农民再看有没有一个办法，好不好？好，我们会找个时间下去哈。那、不是、我说凭证的方法了，我现在是讲凭证核销的方法。要跟农粮署研究。哎，对啊，其他的细节部分，比如说怎么盖那个
民众一定要配合，好，这个一定要配合，这个就是政府的规定嘛，就是怎么盖比较稳固这件事情，这个没有问题啊。好，现在民众或者是我在这里替民众讲的，不是说要照民众的意思去盖，不是照政府的主要结构去盖，但是核销凭证，特别是台东真的会有问题。台东，你要在高雄、台南、屏东啊、云林、嘉义，因为他们很多种蔬菜，很容易找这些工厂或公司来帮他们盖嘛。那台东真的会有问题，而且第一项哦，我们比补助的地方，其实那是最简单型的水平棚架。我现在不是讲全部哦，我是讲水平棚架网式。嘿，其实我们照那规定来看，它是你只要有旅馆或者是水泥柱为支架，没有固定基础，然后四周围还有套件，哎，也是看忙啊，可以遮阳透风，这样就可以了。那它的标准是这样啊，而且重点是要让它稳固嘛。不过现在是希望它能够用抗风的，对，没有错，结构了。院长，这有六个形式，我现在讲的是第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水平棚架网式的核销啊。底下另外五种那个牵扯到比较专业、比较加长型，特别是后面两种，那个政府补助的金额多，而且那个比较专业哦。你说要故宫勾料，那个当然有所顾虑。这个我现在不是讲这个，我只有讲第一项水平棚架网式，那个其实是最相对最简单的。好。所以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说原上我们不要以发票作为唯一的凭证标准嘛，啊，就是以事实来认定嘛，他只要事实所见的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规范的标准，在那个标准以上的，或那个符合那个标准的，那么即使没有发票，我们看有没有其他方式来代为认定，好不好？当然我没有办法，我知道你没有办法在这边马上做立即的承诺了，哦，但是我们你确实把这件事情农民的，因为你长期，我真的是你是行动力主委了，光台东这个人口不是很多的地方，你就去了好几次，你很关心相关的设施嘛？啊，这个真的是至少是台东在地农民的一个呼求。我请要求农主委，你把这件事情一定要确实要农粮署在两个礼拜把农民的心声认真的把它研究嘛。相关的，刚院长也讲了，相关的无论是主计等等，大家想办法来克服了，好不好，主委？好。好，接下来我就主委，我们接下来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设施，比如说我们是补助温室网式，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相关的设施能够达到防台抗风的标那个功能嘛，是没有错嘛，哦，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植物它事实上不会不种植在温室或网式，但是它的相关设施依然会达到抗风防台的效果，但是我们政府政府，我不是说叫每项政府都要出钱啦，但是政府其实可以在这方面透过鼓励奖励的方式，让农民可以来做这些防风抗台的方法啦，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现在，哦，这个台东改良场，哦，陈厂长他们在推广的，就在这次尼伯特台风发挥效果，这个是蓝雨延伸种象牙木，它是种植在我们台东四家园的四周，而且好景熬多啊，阿哥别拉 Q。哦，这一次的整个台风的尼伯特台风，一样有种植跟没有种植象牙木，它就象牙木当做防风林了，哦，它本身对四家园的防风效果就非常好，就好诶。哦，我简单讲啦，就希望你来鼓励这件代志啦。啊，一起长吼，会使两个方法，咱就请林务局来发财啊嘛，好，哦，发财啊啊好。农民鼓励啦，鼓励农民可以考虑这个来做防风的效果，而且这是本土的，哦，本土的植物嘛，好种阿哥又不会产生对环境产生排斥的效果，哦，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一样是世家，哦，对台东的世家也有相当好的防风抗台的一个设施，这就是以前，哦，我们可能在种老叶或老花留下来的设备，有石水泥柱嘛，然后嘎嘎歪要手。好，我要说就是固定整个释迦木释迦树，在这次台风当中也发挥非常好的效果，虽然也抓到有可能也可以打到，但是它整个长不去倒去，这次台东的释迦，哦，我的大木释迦或凤梨释迦损失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出在整长都倒去了，啊，整长倒去，哦，主委你把做事起来，整长倒去，哦，重新再来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啊，这个如果有做到这样设施的话，它至少它的科目它数目是保持住的，今年再照顾好，明年它有机会再生了，所以其实这个设施也就是在降低我们整体对台风的所受的影响。讲到结论，啊，我就希望农委会主委
我们做了很多的设施要补助温室、网室，希望能防风抗台，这个很好。但是有些植物它是透过其他不同的方法也达到防风抗台的效果。我们这边要求农委会要把这样其他的项目也评估，然后来做补助奖励的方法来推广，让民众，让我们防范胜于未然啊。所以这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们很愿意来评估，特别我到湘南去看到那个象牙树。对，象牙树。那个叶子，那的确是抗风。那不只是象牙树，像蓝蚁、弱弱蔻，它们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会来请林务局来啊发展这个苗木。还有那个释迦棚架啦。好，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会委员洪泰质询，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帮我请一下林院长。请林院长。院长好，副委员好，最近心情好不好？看到委员会很高兴。哎呀，很好，那你都不常来看我。不是你看，如果这样的话，天天看到我，不是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吗？很显然的，这个算了，也不跟你开玩笑。我想今天总咨询呢，请教你几个问题哈。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学校，一个单位叫做凯达格兰学校？我知道。那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个他现在如果从法律上来看，他是一个民间组织了，那么只是说他过去曾经是有这个，就是如果我的认知不错，是因为那时候曾经在陈前总统在的时候，他有募一笔钱成立那个学校，那么做一些就是有关的这个对这个公共政策或行政，请教一下，他现在经营那个学校的主要的重要的几个人，他们有没有政党倾向？过去是我因为我520之后就没有再有参与过他们的活动。过去我也曾经有去那边上过课，那上了课大部分都是一些政治性的课程。那我都会去介绍一些他的政党倾向是什么呢？当然他是就是我应该来说一般社会的印象认为说他是跟民进党，院长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了，对啊，民进党的关系就直接讲嘛，跟民进党的关系是比较接近的，那里面很多人。好，我想这个题目其实报纸也登过了哈，这个本党的委员也咨询过，我放一个图片给你看看哈，我们把这页放大一点哈，这页啊。是，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在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张哈、啊？我有看到这个类似的新闻。今年9月13号，经济部的函，我们把文字读一下好了哈。经济部的函上面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函转凯达格兰学校第18期，什么班呢？这个报名简章一份，然后说明呢，当然说请有意同仁报名参加。说明依据凯校2016年9月6号，日本部市长王美花的信函办理。当然后来这个王美花、就推说他不知道，是秘书拿给人事处的。那人事处也说，哎呦，他们以前都这样子办理啊，以前政大啊，政大有给他们有个什么类似什么班啊。他们就比照办理，部长也上来了哈，你也从学校出来的，希望你讲实话。你看到这个函，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因为他的秘书已经转过去了，那我们会查在经济部内部会检查这个没有违反行政中立这样子。不是只有改进啊，以前呢、啊？民进党就骂国民党党政不分，你们现在这个政府才上来不到5个月，就大拉拉的这样改。我相信我在国会电台讲，我都相信王美花在讲谎话，这个事情他会不知道哦，秘书就直接去交办了。
大家都是年纪那么大的人，有那么多的经历，经验也那么丰富，会这种事情会随便交秘书就交办了。我再看给你看看里面呢、啊，它不是只有这一页函，它里面有函了、啊，再排回到前一页。凯拉格兰学校告诉你这个报名简章，我想林权院长虽然去上过课，可能你可能也不是很熟，但是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有政党倾向，大家都知道这是民进党的党校嘛。嗯，然后你任何人说不知道就交办就是吧？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到下一页，你看上课的都是些什么人？上课的这里面的人啊，我还念念给你们听啊，一看就知道是民进党的重要人物嘛，对吧？林佳龙、郑文灿，什么国史馆长？国史馆长是文官还是政务官啊？院长，应该是国史馆，应该是政务官。政务官，好，我们来查一下哈、哦。姚嘉文、邱泰山、邱垂正，外交部次长吴志芳啊，吴荣一的儿子，黄志芳、沈荣津、谢清河、朱泽民、高志明、吴坤玉，那么龚明鑫、林万益、吕宝静，都是民进党的政务官的，或者当过部长的人啊，是不是？还有这个。企业界的像科技部长杨红也在里面，华硕的副董事长曾向生、翟本桥，这些都是跟民进党有很息息相关的人。然后你就想说疏忽了，院长，你觉得这个讲法社会大众，尤其是无党无派的人，人家会接受吗？我想这个这个部分确实是会有一些误解，但我们希望维持行政中立，意思也就是说类似的做法应该还是要有。行政中立不是要希望的、是要做给人家看的。我跟你讲，我查过国民党的党校，类似这种党校从来没有发函过，没有发函给任何一个单位叫你帮我去发函给、所有部会的同仁。这样子啊，那个费委员，我因为这个消息我昨天有看到啊，那我也了解一下了啊。你是第一天看，你不是说你已经看过这个公文吗？我没有看过，我昨天我有看到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啊。那么我也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当然他们是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其实不是民进党直属的学校，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可能当时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呢、或者是社团法人，他们去经营的。但这里面确实跟民进党有很多的这个关系是没有错。所以我想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会审慎，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以后，当然他可以去招生了，但他不要透过政府机关的人帮他去处理，是应该是他政府机关也许有公告栏，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边，那不要去变成说政府去帮他去，有一种让人家觉得说政府在帮他去招生，这个是我们会来以后来避免这种情况。其实我刚才让你讲这些啊言不及义的话，我就让他留下历史的记录。院长，大家都知道，如果稍微警觉性高一点的，都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尤其是民进党，你们以前把在野的时候把标准讲那么高，骂国民党党政不分，结果你就不到五个月，你们就干这种事情。请问你们要不要处罚这个经济部长啊？这个部分我们请进一步了解一下，因为你说是王美花次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也不能说一定是认定他知道或不知道，这个事情让进一步去了解了。我自己在财政部也有发生过，就是人家来的函，我们的这个司长就用我的名字回。你讲对了，处罚经济部长，我觉得没什么道理，不会到他的层级去决行的，对不对？对。可是前阵子你是处罚这个。赵峰案，把几个部长通通把他移送。我拿这个，你先不要回答，我只是给你做个比较了。如果说你比较那样子是合理的，你已经做了吧？那经济部长他也该处罚、你部里没做的事情，难道你不该被处罚吗？这个事情，第一个，当然对政务官也没什么记过不记过的，你至少要谴责吧。
我刚刚在跟费委员讲，真的，你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并你刚刚讲党政不分哦，我觉得如果从严格法上来看，这不能这样讲，是因为他不是民进党的党政分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确实是因为呢，就是因为他本身的那个学校的特性哦，我们会在这方面要注意，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院长真的啊、哦，做错事，如果说你讲说下次一定改进。以后这种事情不可以发生，我还会对你、对你有点尊敬呐、啊。没错、啊，你讲这些不能讲，说是党政不分，随便你。我讲到这里，让社会大众我们自动来评断。我们会让以后这种情况、啊、我们不要发生是没有错了啊。但是，院长，人要诚实啊。我所认识的林权不是像你这样子在耍嘴皮子的。我现在都是根据事实来说明的、啊，我就说我要了解这个事实，就是说。因为你讲党政不分这个事情，就变成它是真是属于民进党，事实上是没有。但是我也刚刚讲这个部分确实引起误解，我们会去了解之后，我们去要求他以后不要做类似情况，不要有这种透过让他觉得是政府不分。再有怎么办嘛？推动嘛啊？再有怎么办？再有啊？再发生怎么办？还有这个事情，平常讲，我觉得你要去谴责王美花的了，你不能讲说他不知道，你连谴责都不谴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王美花，你也不敢动了。我讲实在话，也没有这样，不是我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让人家觉得我做的是公正的。我不能因为今天我基于某一方面的片段的资讯，我就来做判断，这是不好的。如果他真的有错，我们一定会来处理，好不好？这还叫哎，这个也会扯到你哦，因为你是行政院的，你行政院下面的二级单位发生的事情，难道你没有责任吗？因为对对像你说动不动就无限上纲，那你为什么对以前国民党的官员说无限上纲呢？这个部分没有到正。碰到你们自己说哦，跟他没关，跟他没关，跟你没关，你们的担当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没有到政治责任的问题。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们现在一直在推动啊，这个电业自由化哈，院长，我只是想请教一下。电业自由化，按照你们一阶段、两阶段完成以后，电费会不会涨？目前因为我们的修法还是在朝一阶段的那个方向规划嘛，那一阶段方向规划就是其实是希望能够把我说两阶段都完成，你认为电费会不会涨？因为第二阶段的内容还要去协商，目前还没有开，还没有去按照你们的规划嘛。那我们规划当然是我们希望自由化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电价涨上涨啊，是希望自由化是靠目的没有人啊，也不会有250说，哎，我的目的就是要上涨，让商人赚钱，不会的，我相信你不会有这种说法。可是事实最后的结果会不会电费会不会涨嘛？我认为这个就是自由，当然这个电价涨的因素很多了，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电业法的自由化这两个阶段而造成上升，不应该有。这里面有语带玄机哦，涨价的原因很多。对。会不会涨嘛？自由化这个因素里面不会涨，这个部分不应该。为什么自由化不会涨？但你如果说油价涨或者那个学生造成这个，我们没有不难控制嘛，对不对？但如果说是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因为我们现在自由化，你那机器的最后讲说，充分竞争的市场啊，这个成这个售价一定会往下降。学经济的一直这样讲，你认为这个市场会是自由竞争，完全自由竞争吗？那就看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怎么做。你以为他在卖苹果吗？属于独占的部分，比如讲说售电和配电这部分，我们现在还是规划在。我不敢讲一定是独占，至少是寡占嘛。不会，是不是？电厂可以随便开哦。我卖电的人可以，我今天我要申请卖电就可以卖电吗？不可能嘛，这一定是一个寡占的市场嘛，至少是寡占的市场。如果是寡占市场的话，它的电价所以会讲你的假设。先认为它是自由完全自由竞争的话，那是对的。可是这个 case 不是吧？别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我并不是反对要去改进。可是你看现在全世界电费最便宜的两个国家，第一个韩国，第二个台湾，都不是嘛？反而是在往前面20年有用所谓的自由化的这个方式来做。电费通通都涨，还有国家涨得多得不得了。费员，那些国家自由化是把网这样网都已经自由化了，我们现在网都没有自由化。在这边，反正我们的答询日后都是历史记录。当然，你可以不可以跟我讲，你两阶段完成电费，你敢不敢保证说，在其他因素，我同意你说煤的因素、油的因素、瓦斯的因素啊，让电费增加。除了排除刚才讲的这几个，如果还是电费还在涨的话，
你敢不敢保证说它不会涨？不会因为我们的自由化让它上升，这个是可以做到。就是我的自由化结构是这样，假设说你敢不敢保证嘛？你敢不敢具体保证说？当然了。啊，当然啦，好，要做到这个。留下这个话，你院长啊，我也不相信会当个100年、200年。日，我们不要讲五年以后，如果你还当院长，电费因为这个自由化而涨价，我就要求啊，因为去送到监察院去弹劾。因为我的只要是我任内所通过的法，如果不是我任内通过法，我当然没有办法负责了啊。我认为所通过法，我会涉及到让他不会因为这个法律的开放了造成的电价上升，这个我可以做到。因为像他旁边的这位部长啊，我是不想让他保证，因为他保证啊，他的保证就写在沙滩上，就让他保证他刚上任的时候保证今年不会缺电，后来又改口了。当官啊，不要当成这个样子。真的，你的保证啊，如果说连个屁都不值的话，那个保证最好是不要。电业自由化啊，我真的要跟你讲，我在立法院多少年，就听到有人想搞电业自由化。之前我看到说，就有人想要搞，最后啊，我可以很武断的在这边讲，获利的就是特定的。好，谢谢会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姚委员文字质询，询答时间15分钟。啊，主席，各位先进，我想请院长，林院长。哎，姚委员好，院长辛苦了。没问题，谢谢。这最近有人鼓励你，这个不要忧谗畏讥了哈。那其实刚刚这个凯达格兰学校公文的事情啊，这在我看来啊，我想应该要怪的是顾立雄委员啊，我觉得他的速度应该要再加快。要不然的话，这个过去啊，在台湾强取豪夺、吃干抹净的人，因为这个一纸小小的公文啊，这当然是疏忽了，我们要承认啊。但是呢，却这个做了很多文章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的委员会要加快，我们的转型正义要加快啊。这是台湾新力除弊的部分啊，要加快。这个我想这件事情啊，这个王次长跟顾现在是主委啊，跟顾律师啊，两个要回家好好讨论一下啊。好，这个其实不是我咨询的主题了啊，但是我也不要因为这样啊，我说不要忧谗畏讥啊。那事实上，你这个角色啊，在我们这个台湾民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百废待举，啊，我们要这个过去长期以来，从威权体制到现在第一次这个全面执政，啊，你所负担的期待跟责任，真的非常的大，啊，那再来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啊，它面临的挑战，它的这个要寻找一个出路，啊，更是责任在你身上，啊，所以一方面。这个要除弊，一方面要心力。我想你不是只有这个不要忧谗畏讥而已啊，你恐怕枪林弹火啊，这个
这个奋勇之前啊，要这个舍生取义都可能哈。这个我是借这个机会啊，就鼓励你了哈。其实前几天我看到这些有关于这些阁揆的讨论哈，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扮演，这段期间以来哈，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扮演一个这个具有整合力啊，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啊，像贾伯斯一样。他可能电脑的软体他不是那么清楚，他可能电脑的这个硬体怎么样组装，怎么样到哪里他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对品质的要求，他对整体的产出那个整合的能力，那个轻重缓急，那个节奏，那个对人民期待的呼应，这是在你身上。同时你也要应该要更有，坦白讲应该更有企图心。你是行政院长，其实就是我们的总理。总理，我们昨天好像讨论了这个宪政体制，你的总理跟总统是一线之隔啊。但是好像大家忘了，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忘了啊。你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企图心，哪怕你踏入这个职位之前，你有一些不同的考虑啊，或者你生涯其他的想法，但是你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然后你进入了总理这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你承担的不是自己个人这个生涯的角色的转换，你所承接的是台湾整个民主发展到今天它的重大的期待，所以它那个整合力，它那个这个历史角色的扮演，我希望院长要时时能够理解，时时提醒自己，因为这个坦白讲，我看到这四个多月以来啊，像熊山飞弹，我认为不关你的事嘛，像这个虐待小狗这种事情，怎么会是跟我们政府真的，这政府这处理这么大的事情有什么样关系呢？但是像处理这个赵峰案，像处理乐生案，我个人呢，其实有点认为啊，你有点忘了你是指挥的角色。你过去是财经的教授，财经的这个首长啊，脱开那个角色，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怎么样指挥一个这个有震撼力。那是一个这个悦耳的这个乐章啊，你要扮演的是一个好的指挥，而不再是一个小提琴手或者是钢琴手啊。这个是我前面希望这个院长能够再加油啊，再加油，因为其实我个人是期待啊。虽然你的挑战是与日俱增啊，那现在的媒体啊、舆论啊各方面的压力速度其实都非常快。也没有办法让你规划说我四年要做什么，然后我第一年慢慢来，然后我的各项措施，好，我规划六个月八个月，坦白讲现在的节奏没有，现在的节奏是骑马打仗，你不是坐在那里演出的交响乐团啊，你可能是每一个部会首长都骑在马上啊，有时候像刘兆豪说的要去台东，有时候要去哪里，你是在行动中要演出一个这个美丽的乐章啊，是在这个时代对这个角色的要求啊。这个也不用你回答，但是今天因为是经济组的质询哦，其实特别根据这样的逻辑，我特别啊，现在陈朱伟也上来了哈，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哈，我们提出了所谓的5+2创新产业，代表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经济动能。当然我们的经济动能有出口啊，有内需的成长啊，其实我看了我们在公共建设整个预算里面啊，公共建设的这个计划，院长比过去增加还减少，我问你一下，整个公共建设应该增加的，应该增加，对，是增加，来那个，所以跟那个文报确定确实是今天是增加的，虽然增加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增加的，是，其实你是预算增加，但是不多，但是如果加上营业跟非营业经济啊基金啊，
坦白讲，你是减少 3.1% 了。那个主要是3266亿减少到本来是3369亿减少到3266亿，对不对？这个部分主要我了解，主要是因为那个国营事业，特别是像有台电等等，他们有一些计划，他已经完成了之后，他的那个新的投资计划或公共资那个增加这个计划没有。院长，我们今天都不谈这个个别的计划了，我们现在在看你整个公共投，就是说公共投资的跟过去其实是好，就算不算你减少好了，其实是坦白讲是没有什么特别突破啊。这个我不愿意用了无新意这四个字了，但你的重点在哪里？你重点应该是在所谓的五加二嘛，对不对？五加二，好，五加二到目前为止啊，亚洲矽谷113亿，智慧机械46亿，这两件是核定的，对不对？其他的绿能科技，我刚刚定义自由化也相关，哦，50亿，生技医药103亿，国防产业16亿，后来又加了新农业58亿，循环经济23亿，这些种种，这个请问院长，这是不是整个新政府推经济动能，觉得说在创新、在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是，这是我们的新产业，希望未来在这些产业上能够有比较，比过去有比较多的成长的空间啊。那所以说，我们把这几个列为我们的未来的新产业。那目前呢、啊？目前核定的是亚洲点矽谷还有智慧机械，对不对？是的。那其他的几项，今年我们因为院长你上任已经4个多月了吧？哈。那其他几项它的期程大概怎样？我们是希望，其实有这些都已经都在规划中，有些已经有讨论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没有把它定案，原因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们觉得还不满意。但是没有定案不代表它完全没有，所以它还是会在预算里面编列我们几个比较重要部分，像绿能科技啊，我们就是在沙仑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规划，那个案子也是放在我们的预算里面是要去推的，并不是说不会推。啊，只是说是这些东西还没有整体的计划，还没有把它定案下来而已。OK， 这我可以理解了哈，因为预算已经编了嘛哈。那特别在这个行政院的报告里面，总预算的报告里面也特别点出来说是最重要的说明啊。这些我可以理解啊。那但是啊，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节奏了，坦白讲，院长，这个速度。还有跟人民的期待，这要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进取，就是说这些东西要让人家感到振奋的。哦，刚刚讲新币，刚刚讲这个除币，你的心力的部分要推陈出新，要不断的去召唤大家对你这个执政的信心呐、啊，要不然你就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外发生，或者是不同的案子，就让你这个疲于奔命，层出不穷，啊。那我今天看到，我坦白讲，这个节奏我认为慢，我认为慢了，啊。是的，我想4个多月，快4-5个月，现在目前只有核定2项，这第一个是慢的，啊。这第二个，我有注意到这些，除了我坦白讲，除了绿能，啊，除了绿能，啊，还有机械。这些我觉得比较具体，其他的有的部分是要链接世界，大家知道像讲亚洲矽谷，全世界的人都想模仿矽谷，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成功，包括被称为矽谷之父的这个 Stanford 教授，他要在别的地方创造矽谷，他都没有成功过，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说要模仿矽谷，但是怎么样去处理，我认为目标当然可以定，但是你到10年内，你大概创造了，去到整个在全球物联网里面到5%，它的产值当然是1.多兆，但是除了这里面除了绿能，跟勉强农业，还有这个智慧机械，我觉得比较具体，其他的坦白讲，就像贾博士的车库啊。有点可遇不可求，但是我没有否定掉我们新政府这样的一个企图心，这些努力是应该的，台湾也必须要去挑战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各种不同的创新，但是我这个我
这个我必须哈，院长，我必须借这个机会，我希望你真的，因为上次我提过啊，我们本来从五，现在5+2，上次我就在这里上个会期的总质询的时候，我提过这个都更产业，那都更产业也不是我发明的啊，都更产业在日本。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泡沫经济以后，他们一方面为了解决经济的困境，内需的产出，一方面，认为说整个都市要它的规模，它的必须要改造，它必须公于好几亿了哈。那日本在这几年来，推动了这个不管是法令的修正，它的机构的配合，还有国家的政策目标。他的都更，他们叫再生了，其实他在划定的65处，总共这些6000多公顷之后，来下一页好不好？他10年了，目前10年，他至少创造了113万个工作机会，那他的产值折合台币是6.2兆了，那我认为这低估了，他其实不是讲房地产的价值。他是讲营造业还有其他周边产业的投入啦，这个两位都是经济学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啊。那日本做的这些努力，他们持续在做啊。或许日本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很大啊，这些或许杯水车薪。但是啊，如果换到台北来讲，看一下啊，以台北市来讲。30年以上的建物，如果是57万户，它的折合楼地板面积，我讲快一点，大概是这个2300多公顷，那以它的容积跟都更以后，它最后这个是从营建成本以及它上下游投入的产值，我也没有算这个就业的情况，大概以台北市就有17多兆。当然，这些算法还可以再精算啊，这是粗算，这个陈主委是专家。如果再以房地产的价值来看，啊，这另外是大概15兆。那我认为这还算低估了，因为这是完全是以楼地板面积算，是整个旧房屋。然后我们台湾地震带，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环境的脆弱性。我时间的关系啊，不管你要5+1，这个在10年内，如果你大开画出角度，正式的宣誓，好好的努力，在北台湾，南部可能没那么紧迫性，在北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市，在北台湾这样推的话，这个产值分作20年。好，谢谢姚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高路已用委员质询，询答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哦。有请院长。请您院长。高陆委员，委员你好。院长你辛苦了，一路站到中午。不过呢，这个我当然知道说站到中午是非常辛苦，但是我今天首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让院长知道，就是在今天早上有公民团体跟这个民众到行政院的大门口来抗议，不晓得院长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抱歉，我出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有这个事情。对，好，我这里简单的说明哦，就是这个公民团体跟民众他们是要要求行政院这边对于矿业要进行政策缓评。那我刚刚有过去，我跟他们说我一定会把他们的声音带到。那就如刚刚的画面这里的画面所看到的，这里头的居民全部都是因为矿业的开发而遭受到这个受害的受害者，他们有关系的居民，有花莲的居民、太鲁阁的居民，还有就是在宜兰以及我们台东的居民，有这么多的人，舟车劳顿来到行政院，为的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环保署长他提出对于我们的水泥矿、对于我们的矿业要进行政策环评的时候，居然在八月底，我们的关西这个地方水泥居然要复矿。可是呢，在前一阵子，那个居民都有到这个行政院抗议，我相信院长会知道。可是为什么我们经济部最近发了一个公文，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矿业不需要进行政策环评？好，我们的经济部打脸环保署就算了。后来呢，其实那个我们的环保署副署长也有提到，不是经济部说了算。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院长，在你底下的官员左边说一个样，右边说一个样，到底谁说了算？好，这个部分我的了解就是早上这个部分那个行政院已经有同意，就是我们会请政务委员来协调经济部和环保署有关这个部分的问题。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环评里面需要有政策环评来做一个总纲去规范一些大的这些这个比较大面积或大一些产业的开发案件，这部分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那么院长，您说这个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现在眼前关西复矿的这个环评正要下午正要进行。我了解。那你们已经先打出口号，对于我们的矿业跟水泥矿要进行政策环评，可是没想到你们这个矿区的这个申请、矿权的申请居然还可以持续在进行。可不可以请院长在这里承诺，在你们政策环评以前，环评制度健全以前，以及这里有八成以上的矿区其实在我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上，在于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权的机制真正落实以前，能不能先承诺先暂缓这些开发的申请？这个特别跟委员说，假设以这个个案来说，因为刚才的澄清案行政院已经承诺由政委员去协调嘛，所以我不方便在这边再去否决原来的结论，好不好？我们看这个案子协调结果，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跟委员来这个做个说明。但是我希望就是院长这边也能先承诺，就是政策环评，你们是针对政策环评，需要的是环保署跟经济部达成共识，为这个目标去做协调，而不是说我们先看一看。到底要不要去做政策环评？既然小英总统在他520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土开发的政策，必须要朝永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台湾，只有一个地球啊！不要去挥霍我们台湾的国土，也不要去贱卖国土，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水泥矿每年都是25%是出口的，2009年还有一半以上是出口的。像这样子贱卖国土的状况，我希望。就是行政院这边能够证实。我相信那个您的意见他们应该会已经在今天早上讨论的时候有放进来，而且因为下午的环保署开会我们不要在这边去帮环保署的那个委员会做任何的决议，这样对他们委员会不见得是很尊重了。但是我相信你的意见，他们应该会充分纳入考虑，而且你的想法，我相信环保署跟您的看法是可以沟通的
啊、哦，那只是说是这个部会之间的协调部分，我们就让今天早上已经有个结论是让那个政务委员来出面协调，我们也让他协调。我想这个个案先这样来做。那如果您问到说是这个是政长期政策，我刚刚解释意思就是说过去了，我们其实很多的政策环评都没有做。那所以是，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呢要把这个部分补强。至于说这个程序要怎么去做，当然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推嘛，不可能说一次就。完全这个一下子就全部就把它实现出来，这个是我知道有这个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呢，我们承诺会积极的来去做这部分啊、来考虑。而且我想环保署詹副署长就这个政策环评部分已经跟我有过一些讨论，我也会尊重他的想法。在这里，本席希望好、哦，我们的林院长这边能够真正展现，就是小英总统说的，当然我们要展现决心，绝不退缩哈。是的。好，那我继续接下来问一下，就是。有关于最近蔡总统也提到，就是台湾的农业是以小农为主，那大部分的小农其实能力有限，所以呢，未来台湾的这个农业最大的挑战就是将小农的这个力量集结起来。可是我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到底小农是什么？小农的定义是什么？请问院长，您能够回答我吗？嗯，这个部分我不是农委会的负责人，也许是请农委会曹主委来说明会比较好一点。我这样简单来讲，我们花东地区大部分都是从事农业的，可是呢，我们却往往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对小农并不友善。怎么说呢？小农的定义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在经济部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有关于这个农业。的部分，它的定义是以中小企业，然后同样是适合农业、农林渔牧业，那相关的扶持措施也是按照这个分类。再来，农委会的补助对象里头，根据行政院的这个农委会的主管计划补助基准，补助的对象又是农民、农民团体、农会、水利会。劳动部呢，劳动部的就业安定基金里面也漏漏等的写了一堆，然后包含自耕农、佃农。无公司、工厂或无商业经济的登记农户，这些就是对于农民跟农业经济体的这个定义。但是呢，我们对于小农完全对不起来。请问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统一的定义，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于我们未来的小农的农业的发展做出有效的政策呢？啊，对，这个台湾的小农恐怕几十万。所以后来我们从陈水扁总统那个时候有个小地主大佃农，后来是小地主，那么这个专业农啊，这个样情况一直要把小农能够有组织化，让有一个中卫系统来辅导小农，或者有农会系统来辅导小农。好，主委，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说小农，那小农到底算什么？百大农青又算什么？那我们是希望把小农变成什么样子？是要变成大企业、中企业，还是小规模的企业？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现在的农业经营体？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连小农的定义都没有办法，跟小农的规模都没有办法定义出来了。可不可以请这个？院长这里跨部会协调一下，提出一个整合的标准，哦，不要是这个经济部、农委会、劳动部都不一样的标准，我们都搞不清楚小农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会种田，但是小农是什么都没有讲清楚。在这里，院长可不可以承诺尽快的去协调一下，提出一个统合的标准来？是不是曹主委？好，我们来研究，因为事实上是，小农算分分了哈。我们第一个步骤。真的是需要先有组织，各个农会要有组织，各个合作社有组织，才能够掌握小农。这个小农的定义，你没办法下定义。坦白讲，这个非常高难度。所以啊，当时大家提出小农要振兴小农、振兴农业经济，就是完全没有想清楚是什么，就喊出小农了嘛。我们就是要现在就是希望就是行政院这边把这个跨部会去整合起来。我们对于这个农业的经济体，如何让它变成有健康、有竞争力？第一个先把定义定出来。好，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最近因为台风特别多，所以呢，农水路的问题都已经浮上台面。尤其是前一阵子那小健健的影片，
好，我相信就是农委会有派非常多的官员来到我们玉里，可是呢现在有一个状况，我们光是以小件件的这个案例，我当时也跟着去会勘，会发现那时候淹水的状况，因为就是水路搞不清楚，里头整个玉里的那一个区块居然有超过五个水路的管辖单位。那我知道这个是历史上的问题，当时每一个时间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机关跟单位去盖了农水路，可是呢我们时间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难道还要各做各的吗？结果各做各的，就各个都不管，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农民。那副主委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不管他的农水路是灌排内还是灌排外，对不对？只要是有农地的，有在耕作的，我们农委会都会去协助处理。那可不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农水路做出一个整合的窗口？其实我到现场才发现，农民要的不多，他只是要知道这个农水路堵塞的时候，淹水的时候，我该找哪一个单位。他当时就是找不到任何一个窗口，才po上网，结果造成百万人以上浏览。我们一定要等到农民做出这样的事情才要去解决吗？可不可以我们就整合起来，既然现在都有种田了，那就变成我们的这个农水路，我们自己的水利会来管辖，可不可以这样做？现在正在整合中，因为灌区外，台湾有灌区内的30万公顷，灌区外的50多公顷，所以这里头过去经济部在负责一部分的灌区外，现在要先整合，整合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给予协助。所以这个案件事实上我们农水处已经是跟农业水利会要施作了。好，谢谢主委哦。但这个不是只是玉里的问题，这是全台湾的问题。再来就是灌排要分离的问题，要想清楚，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工业废水就排到我们的那个农田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持续去关注。再来就是说我们历经了这么多台风哦，当时这个梅基台风院长有到云林勘灾哦，直接喊出加倍补助。我那时候听到我心里超心酸的，因为台东历经了尼伯特台风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一直要争取对于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农损要重新调整这个农损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方式。但是呢只要院长到了云林，就直接说哇，我们要加倍补助。但是我觉得啦，这个院长的高陆委员来特别说明，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回溯到那个尼伯特台风，所有的有关的这部分，只是因为而且不是说每个都有加倍啊，那只是有几个部分我们把它提高。现金救助嘛，对，就是比较说他的防灾型的那本席非常认同，本席非常认同就是院长的这样精神。可是呢我现在要讲的，除了现金救助，我们还有低利贷款。那之前我在经济部，其实那农委会那时候主委有在嘛，我有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低利贷款的机制对于农民来说真的都不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格哦，就是说低利贷款的这个额度的表格，十几年来都没有增加过，只有这个额度根本也没有调整过。那我当时是举老业的例子，可是呢不管是老业不管是世家，他们的这个低利贷款，它必须不是只是止痛的效果，而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农民能够再站起来。可是我们现在低利贷款是怎么样的形式？跟商业贷款是一样的形式啊！我借了，我马上就要还。可是我的世家种了，要种4年才可以开始收获。能不能针对我们的现在的不一样的状况，而且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也越来越加剧，能不能去思考我们要做的是让农民在农损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有喘息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再来就是说，我们举那个老业的例子好了，他如果他要重现的成本是20万，一公顷是200万，但是最高的低利贷款是36万，只有1/5。那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把扶植我们农民站起来？现在老业的贷款额度事实上已经在检讨了哈，我们不久就会公布。但是基本上我们希望他还是要转做老业毕竟
过去在我们改良场并没有在辅导中，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要辅导，但是不赞成继续做。基本上老叶，基本上老叶是你们认为这个三不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植物里面，它是具有抗癌，它是具有消炎的功用。好，那为什么是转做，而不是重新从生计思考，让它有发挥更大的功能？好，我认为你们说转做了，可是现在全部都进口了，七成以上的老叶农都倒下来了。那七成进口。好，谢谢高路移用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经济组之质询已询答完毕，上午质询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财政组之质询，现在休息。